好了，这个搞定了。那紧接着需要给大家提一个重点，稍微提一下，有一个叫字符类型。好了，字符类型是这样的，首先你要想到我们计算机存储的只能存数，不能存字符，它不识别的。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，假如说我要存一个字符怎么办呢？我直接就告诉你是不可能能存字符的，因为它只能存数字。所以啊，那些美国人呢就想到一个办法，那既然不能直接存字符，那我就让它存数呗。那最终啊就来一个，假如说我让你存一个97，然后这样的话最终是有什么情况的呢？它就代表一个字符 A。 好了，这个97它就代表一个 A。 好了，接下来呢这一个就是一对应的，就是说实际上它存的是存一个97的数，它就是当做 A 来用。好，这种关系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表来的，这种啊叫什么表呢？阿斯肯码。好，这是阿斯肯码。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斯肯码，你随便搜一下都会有，这边就有了，你能看着了，就是这种，看到了一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就说这一个就是我们字符，这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字符。然后字符的话你看到那个小写 A， 看到了吗？它最近呢实际上对应的一个数是谁？97了吧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大写 A， 就说它没有存大写 A， 它只存了一个数叫谁？就是一个叫65。所以我们现在你看着它在内存中存了65，存了一个数，它就代表谁了？代表这个大写的哎，就这是我们在内存中怎么存字符的一个。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，那我们呢用到时候再来看啊，用到时候再来看，这边有个表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字符 A 和97是等价的，65和这个大写的 A 字符是等价的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啊。好，那现在可以看一下字符类型是哪一种啊，先写个 CH byte， 就这一个，这个代表声明字符类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给它赋一下值呗，等于97，然后紧接着我赋的是97吧。然后接着在这里面你要注意的是，你用这一个打印呢不一定能得到你的结果，因为这种打印是自动转换的一个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一眼啊，这样打印实际上不清晰，也是97吧。有些那不是没效果吗？你这个97我打印97，我们不要用这个打印，这一个是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好了，接着给他说一下格式化打印，输出百分号 C 是以字符的方式打印。好，接着百分号 D 以整形方式打印。好，那现在我可以看一眼啊，以这种来一个百分号 C 百分号 D 两个来吧，都是这个数吧。看到了吗？也就是说最终原来你在内存中这个97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字符谁啊，小写 A。 那接着给它反过来，好，接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字符是单引号的，这个稍微注意一下，字符是单引号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还是以这个数啊。一样的吧。好，那现在呢这个字符呢比较常用一个地方就在于，我们通常就做到哎大写转小写，或者是小写转大写。那你要这么测试呢，我们先来测一下大小写字这个字母啊有什么特点。
大小写一个字母有什么特点啊？我先来看一眼啊，还是一个以 printf 来打印。好，这个是大写，好，后面写一个小写，这边有一个百分号 c， 我以百分号 c 来打印了啊，百分号哦，第一吧 ，c 的话看不出来。好，看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特点啊？好，来一个大写的 a， 小写的 a， 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结果发现，一个97，一个65，相差多少呢？32。所以说，最终你会发现，大小写相差32，然后小写大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最终就可以这样啊。我们来一个稍微变一下啊 ，printf，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，我们来一个大写转小写。好，大写转小写。那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在这里面呢，还是这样吧，格式化吧。然后接着转完之后就这样，大写这个吧，你要转小写，因为小大小写相差32，小写大，那你就需要加上32。好，那最终就变成小写的 a 咯，小写 a。 那接着同样的能不能反过来了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来一个小写转大写，然后同样的是不是这个小写 a 减去多少啊？减去32。看到吗？搞定了啊，这是你们看到这一个结果。这些就是我们那个 ASCII 码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字符类型，顺便给大家说了一个叫 ASCII 码的东西。好，那以后赋值的时候呢，你赋值这个整形和赋值这个什么呢，字符型是完全等价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ASCII 码表呢，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还有一栏，还有一栏这一个叫啥呢，转译字符。转译字符和我们这种普，这边是普通字符啊，这边是可，这边你看到了有一个叫打印字符。这个叫打印字符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这些字符都可以在屏幕上输出来的，也在屏幕上呢直接可以输出来的。这种控制字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转译字符。这个转译字符呢它是不可见的，就是说它有特殊含义的。有比较常用的转译字符有哪一个呢？主要是一个，就是这一个，我们之前用过叫什么换行嘛。好，它不会把，它不是要打印这个反斜杠 n， 它这个反斜杠 n 就代表换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转印字符，这个稍微了解一下，用到的时候我们再来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眼，我在这里面给它先换一下行，不用这个，直接来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来一个 hello， 来一个 go， 来一个 hello go， 在这里面。好，现在来一个，有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紧接着这个是 printf， 那现在我可以看一眼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些人说老师一样的啊，你现在看不来，看不出来，那紧接着我再来一个Hello IT cast。 好，我现在可以看一眼两个，看到了没？因为你打完这一个，由于没有换行，它后面就跟着来了吧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你多加一个东西百分号 c， 然后紧接着来一个什么呢，字符反斜杠 n。 好，这种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这种只要是反斜杠，你这种叫反斜杠开头的字符是转译字符。
好，那转义字符呢，它不会输出到屏幕，它不是输出屏幕，它是有特殊用途的。那反斜杠 N 就是换行。好，这一个譬如说我们这一个就代表换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眼，之前是没换行的，现在是不是就会换行了？换行了吧？